后来最近往来登咧大出，为着要协助农友行销往来，台中太平区农会伫个车龙埔国小举行着食农教育，邀请着家政班的妈妈教小朋友来做往来果酱，为切往来到控往来甲做成酱，拢总体验一届。同时嘛来介绍着往来成长的小知识，予学生学着真多。晚间九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。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，World News 9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